又起晚了，早上起来8点多了，到公司估计又得9点多了。老板，迟早了就得喊上我。这几天把我折腾的不行，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回去别人帮忙也是休息的。那边家里边，父母家里边这边电视也坏了，让我回去看看，还得给人家送身份证，这马上交医保嘛。这事儿都赶上一块儿了，哎呦，把我折腾毁了，哎，也怪我自己不会安排。哎，晚上是休息不好，白天也累。哎呀，这两天得请年假休息一下。行了，要上班去。今天天气还行，阳光出来了，挺暖和嘞。等11路车，马上就到了。哎呀，晚上休息不好，他妈白天就犯困。哎呀，坐公交车上又睡着了，困死我了。他现在还是困不行，光想找个地方睡他一天。哎呀，就这吧，还得干活。哎呀，中午去父母家里边送身份证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把手机给落在父母家。哎，晚上还得回去拿手机。这是因为，哎，没手机的感觉真别扭，我啥也感觉啥也干不了。没事的时候可以掏出来手机看看。突然间没手机了，感觉空荡荡。哎呀，赶快回去拿手机啊！哎呀，刚才在给咱父母家调电视嘞，然后用着用着，突然可能犯困了，犯晕了，完遥控器用着用着不顶事儿了，后来调了半天，以为遥控器坏了嘞，结果遥控器一弄，电池插反了，真郁闷了。哎，就这吧，回家。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怎么感觉这么冷清啊？冬天了，这会儿9点了，都回家，都不愿意在外边待着。哎，打个车也不好打，等着半天等不着个车，哎，真郁闷。总算到家了。真热呀。